好，我们来看这一题。它这个附图哈，为各种运动的分类啊。老师，请自豪将等速度运动，所谓等速度运动，就是说速度呢是一个常数向量，哦，就是方向是固定的，而且大小是固定的，这个才称为等速度运动。的图卡贴在图中，甲乙丙丁呢上面。则它贴在哪一个位置才是正确的？好，首先我们看，速率呢不变，哦，等速度的话就是速率大小不变，方向不变，方向不变，速率不变，方向不变，所以图卡应该贴在丁上面，丁上面，所以答案选 D，哦，贴在丁上面。